七日下午 Super Junior 成员曹圭贤正式退伍结束兵役， Super Junior 全员军毕。据韩媒报道， SJ Label 方面表示，曹圭贤将于本月中旬发行专辑，现在正在准备中。Super Junior 完整体专辑计划将于下半年发行。另外 TVN 穷游节目组和 SJ Label 方面均表示，圭贤作为固定成员合流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